第一保养的话，首先呢，先把墨水给排了。先第一步就排墨，把墨水排了，排干净。运行墨泵，运行墨泵，然后把这个供墨管然后拔掉，然后塞到我们这个废液瓶里面啊，然后把原来的墨给排掉，排得干干净净。我们把供墨管给它插进去，插回原来的地方。好，插回原来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向这里面加溶剂，加清洗剂。运行墨泵，改了个转速，大概30左右吧。然后让它循环，让它循环就行。然后我们开机，我们开机。开机循环，循环20分钟左右。循环，哗哗的声音。线路差不多，放平了。哇，快30分钟，然后把废液给排出。运行20多分钟之后，然后我们把机器给运行，给它停止，给它停止。我把供墨管拔掉，然后再把废液给排出来。再洗一遍。我正常情况下就让循环洗嘛，大概要洗，要保养的话要洗4遍，然后再洗一遍，然后再开泵运行，然后让它循环。我们运行墨泵10分钟左右的时候，然后就我们把机器就开起来，开起来然后让它再循环。20分钟左右，就每一次洗的话都要循环20分钟左右，让它循环循环。然后运行过之后，然后我们把机器按停止键啊，停止，我们把它停止一下啊。运行20分钟左右，我们就要把机器停止。停止过之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废液再排出来，这次相当于第二遍。如果保养的话要洗4遍的嘛，把墨给排出来。排完之后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这已经洗完了两遍。我们就这样洗嘛，我们这样洗完4遍之后。我们的管路就已经彻底洗好了，洗好之后，然后我们把煮过的气，还有溶剂过的气，还有回收过的气，这边回收过的气，这过的气啊，都换成新的，都把它松掉，然后换个新的给它凝进，这也是，这煮过的气也是啊，这三个过滤器给它换成新的，换成新的之后，然后这里边换新墨，这里边换新墨，啊，注750毫升新墨倒进去。倒进去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运行墨泵，给它一个转速，三十左右的转速，然后让它运行，运行10分钟左右，我们可以把它取消，然后点开机就行了。